上拍台湾歌都市女声。今日来主唱的歌唱有秀兰玛雅。你算过你即马出的这张唱片是第几张啊吗？第十二张。什么？以前哪听这首歌的人会感觉伊本来是一个抒情曲中版，既然要改，咱来改好较无同款。黄有心，其实我那是会当把我的个性写入我的歌里底，其实嘛有另外一个好大家熟悉我的。上好听，上时行，上经典，上趣味的，拢伫个上拍台湾歌。